之前答应过我的，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。约会？啊，约会。32岁，生活上独立自主，工作上能独当一面。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，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？宋三川，他俱乐部的球员。哇，球员！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。哎，你俩差几岁啊？10岁。我真的为你高兴，宝贝儿。我承认我对他是挺有好感的，但是小孩的爱哪有定性的？我现在倒是真的希望能出现那么一个人，让你变得惹黑。那你看我够不够格？回去之后早点睡，明天醒了我来接你。又来又来又来，你小屁孩，你撩撩谁啊？嘴上说着不穿，背地里却偷偷的，这就是姐姐吗？挺会啊。弟弟加油吧，姐姐总有一天也会破防的。怎么搂着睡觉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适应呢？挂了啊。这人过了30岁啊，动情的方式还是没变。我明天都在忙着的事，就是下心在这儿，一直在你身边。高兴什么呢？跟你叫了声姐姐。姐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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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